法师，诸位同学，刚才我们听了智师长的开示，知道日本供奉四大天王历史与它的意义，我们非常欢喜赞叹。佛法在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定是先有护法，而后才有弘法。所以护持佛法的功德肯定是超过弘法，弘法不容易，护法是更不容易。那什么人来护法呢？在佛法当中啊，我们见到了护持佛法的人，都是诸佛如来。所以四大天王在形象上是天王的身份，护世天王，实际上呢，都是古佛再来示现的、应化的。如果不是古佛再来，他怎么知道护持佛法？所以弘法了多半呢是菩萨了，护法了确确实实都是诸佛如来。护世天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是密切。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总护法是韦陀菩萨，韦陀菩萨他要护持贤劫千佛出世，这是个总护法神。那四大天王呢，他是护持我们娑婆世界，尤其是南瞻部洲，那么由此可知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他的辖区，他所护持的这个范围。天王大慈大悲，时时怜悯苦难众生。可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是南瞻部洲的众生，佛在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地区的众生刚强难化了，一定要本地区的众生能够奉行天王的教诲，给天王有更大的力量，这个也就是天王护持我们呢，他要有理由理直气壮这才能够护持佛法。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天王的教诲，不能够配合他，天王纵然很慈悲，也找不到理由来护持，这个是使他很为难的事情。那么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地藏经上都讲得很清楚。佛告诉我们，宇宙法界刹土
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啊，你看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啊，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这个是一切学说的大根大本。研究的人多，说法呢也有许多种，但是都不能够让大众听了口服心服。那么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这是讲的真心的，识是讲真心起的作用，啊，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一切众生不离真心，不离真心的作用，这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解得透彻，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这叫做正法，啊，为什么呢？完全与事实真相相应，一点都没有看错，一点都没有说错，啊，这叫正法了。如果没有正德这个境界，啊，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从自己想象当中啊，哎，说出来的，那就免不了有错误，免不了有偏差。这个错误跟偏差呢，在我们佛法里称之为邪法，所以正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我们有缘在四天王寺跟诸位同学一起学习四天王对我们的教诲，啊，东方持国天王教我们行大道，南方镇长天王教我们积大德，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修大行，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成大果，啊，那么就从这些地方来看呢，四天王是怎样教化众生，怎样啊来护持正法。一切圣贤、诸佛菩萨教导我们，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定要从自己本分上才能够求到究竟圆满。如果不从自己内心行为上去求，那你的方向道路是完全走错了，啊，走差了。这个理很深，事很广，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意思，成就道德在此，成就智慧也在此，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福德了，无不在此。所以佛这个佛学啊称之为内学，啊，这个内就是向心性当中啊去求。
啊，佛成佛是从心性当中啊求得的，佛度一切众生呢，也是从心性当中求得的。真的，所谓是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的，啊，从心性当中求啊，这个就是佛法，就是真实智慧呀，真正觉悟之法。佛称为大雄，啊，你看供佛的这个大殿称为大雄宝殿，这个雄是中国人讲的英雄豪杰，啊，为什么称佛为英雄豪杰呢？啊，世间人有福报的，有能力的，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甚至有能力毁灭三千大千世界，那都不算英雄。啊，真正的英雄豪杰呢，是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战胜自己的生死轮回，啊，这个才叫英雄豪杰。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佛陀的心性，对于佛陀的事业，对于佛陀的教诲，你仔细去观察，这个才叫是大事业啊，英雄豪杰的事业，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效法。信实啊，就是心性没有形象，它能够现一切形象，所以示现在九法界以种种不同的这个身形，为众生呢设种种不同觉悟的方法。啊，在名号当中呢，尤其是最明显的显示，啊，像释迦牟尼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他在此时此地，啊，这一个地区，这一个时段教化众生的宗旨，在此时此地，这里面所有的众生。对人没有慈悲心的，所以佛的名号上啊有释迦，啊，释迦翻成中国意思是能忍，能以仁慈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现在此地众生呢，心地非常烦躁，不得清净，所以名号里头啊用摩尼。摩尼是极灭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通通都把它灭掉，啊，这是摩尼的意思。所以，摩尼是自利，释迦的仁慈是利他了，自利利他了，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应化在这个世间唯一的一桩大事业。世尊名号里头，尤其是摩尼这个意思，啊，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啊，从什么地方学呢？啊，在顺境，啊，这个善缘，啊，以这个环境啊。一切都很顺利，善缘就是一切都是善人，啊，善知识，在这个里面呢，决定不起贪念，啊，不起贪念，不起愚痴，啊，你心就清净了。在逆境，啊，在恶缘，啊，环境不好，遇到的人呢都不是善人。
都是自己很不称心、不如意。在这个境界里面呢，没有一丝毫的嗔恚。换一句话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保持你的清净心，保持你的平等心。这个清净平等呢，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这是摩尼真正的意义呀、啊，真正的好处。佛菩萨名号是教化众生，天王的德号也不例外啊，也都是教这个教学的方法。东方持国天王啊，持是保持，国是国家啊。那么从这个名号当中呢，我们就晓得这护法了啊，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家，怎样保持你的国。当然这个是从大的方面来说，那最基从最小的地方来讲呢，就怎样保持你的心，怎样保持你的身啊。这个中国儒家讲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这个持国天王啊，就是教我们这些道理，这些本领，我们学会了之后啊，确确实实能够啊走圣贤佛菩萨的道路啊，不至于这个做错事情啊，不至于堕落在三途六道。持国落实啊，那就是顿轮敬奋啊。所以顿轮，轮是轮常啊，奋是本分啊。轮常是完全与性德啊，与自信，与大自然相应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在中国古人讲的这个五伦啊，五伦第一个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是这样的密切。顿是什么意思呢？顿是诚诚恳恳啊，用真诚的心啊，恭敬的心来对一切人啊，这一知道这一切人和自己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一体的啊，能够真诚恭敬地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来推广了。敬奋呢，奋是我们自己的本分啊。佛菩萨没有自己，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无我无私无我，他的本分是什么呢？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这个是他的本分事情，其余一切的是附带的啊，是助缘啊。这个正行呢，是帮助众生觉悟。所以佛法的宗旨啊，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本分的这个工作，本分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呢破迷开悟啊。方法手段无量无边呢，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呐。诸位要晓得，他的目标、他的方向只有一个啊。那么帮助众生觉悟，首先要帮助自己觉悟。自己不觉悟，怎么能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自己迷惑，会引导一切众生呢迷惑啊。所以首先要帮助自己觉悟，
这叫行大道啊。诸佛菩萨啊，我们用凡夫的话来讲呢，大家容易听懂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我们晓得那当然都是实现的啊，无疑不是帮助众生觉悟，他实现的形象帮助众生觉悟，让众生看了之后能醒悟过来，言语的教诲啊，古大德常讲啊，菩萨心肠，苦口婆心的，啊，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啊是为自己的，啊，都是为众生，帮助众生醒悟过来，帮助众生开智慧，帮助众生回头。佛菩萨的形象言语在哪里呢？在经典当中。所以我们要真正向佛菩萨学习，决定不能够离开经典，对经典要诚信，要理解，而且要有深度的理解，要把它做到变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语。佛法你真正学到了，天王也真正护持你了。天王在中国的造像啊，手上啊都拿了一柄琵琶啊，这个是乐器，这个乐器代表中道啊，我们知道这个弦乐器一定啊要把它调好，如果弦太松了它就不响了，太紧了啊它就会断掉了，所以一定要调得适中啊，所以代表儒家讲的中庸之道啊，用中，不能够啊不到，也不能够过分去做到恰到好处，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懂得中道。啊，那这个中国古人常讲啊，要懂得分寸，要把分寸拿捏得很准。啊，不过也不能够不到，啊，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方法。所以佛家讲中道第一义也，儒家讲中庸啊，啊，都是主张用中，啊，用中才是最好的方法。南方镇长天王，镇长有积极有消极啊，这是对于善法了跟恶法来说的，正如三十七道品里面讲的四正勤啊，这四种。那么如果是恶法不是善法呢，我们要勤奋地把它断掉，如果是善法呢，我们要勤奋地帮这个助长啊，要叫他增长。所以这个里面有邪与正啊，贤邪存诚的，这是极大德了。诚是邪的反面啊，我们通常讲邪正，那诚是正啊，或者呢是讲善啊，诚是善啊，是正是善，我们要存啊。邪这是讲一切不善的，我们要防止，这个邪当作防止讲，预防讲，
我们要懂得预防邪知邪见，啊，一切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言论，要懂得防止。存诚，长存真诚心，永远存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慈悲的心，这个就是极大德。我们也曾经在经典上读到过，啊，魔来破佛法了。啊，其实佛讲的非常好，佛法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佛法。佛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啊，那么魔王也很聪明，啊，他的手段也很高明。他说到您末法时期，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呢，统统出家，披上你的袈裟了，把你佛法灭掉。啊，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话，啊，只是流眼泪了，啊，没有说话流眼泪了。那么这个是不是魔真的能够破坏佛法呢？不是的。佛流眼泪呀，是有两个很深的意思，一个是什么？怜悯啊，魔王、魔子、魔孙；一个是怜悯一切众生，啊，因为佛法是决定不能破坏的。魔所破坏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造罪业，将来必定堕地狱。这是佛看到这些魔子魔孙造作极重罪业了，这是怜悯呢，流眼泪是怜悯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一切众生呢得度的机缘，就是闻法的机缘呢被他破坏了啊。佛是流眼泪是这个意思。那至于佛法是决定不能够毁坏，他是自信啊，什么力量也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毁灭自信的，啊，又何况诸佛菩萨，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看到了，他们教化众生、利益众生呢，那个范围是遍虚空法界，这个地方有障碍，那个地方去了啊；那个地方有障碍，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魔的力量，自己以为有力量啊，其实他想错了。他所造的这些业的时候，跟佛菩萨不结罪，佛菩萨永远大慈大悲，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受他的影响，决定不受他的障碍。他障碍凡夫，啊，他障碍这个是九法界的众生呢，得度的机缘，所以他戒罪，跟佛菩萨绝对不会戒罪，跟一切众生戒罪。啊，他实在讲是跟众生过不去，而不是跟佛菩萨，与佛菩萨毫无干涉。啊，这个四理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真正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他的标准是对于佛菩萨的教诲，他能够诚信，他能够理解，他能够奉献，这样的人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天天在消除啊，他的福慧天天在增长，这是一定的
道理，必然的现象。如果我们学佛，这个果报啊，跟这个是相反的。我们的烦恼习气天天增长，智慧不开，这个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检查自己，肯定自己修学犯了错误。如果不犯错误，如理如法的修行，果报一定是殊胜的。就像佛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所说的，他的果报一定是邪恶啊！这个是决定啊，不会有不好的这种形象发生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诚信佛陀的教诲，理解佛陀的教诲，奉行佛陀的教诲啊，这个是九界众生第一善心，第一好事。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错，很容易造业，而佛菩萨不会。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凡夫他有我执着，这个身是我，有我呢当然就有利害得失。如果对自己的利害得失要有了冲突了，那么他这个烦恼习气自然就现行了这个是造作一切不善业的根源呢。佛菩萨为什么不会犯过失呢？佛菩萨无我。我们在《金刚经》上读到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他当然就没有利害得失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真诚的，这极大德了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要学佛，从哪里学起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放下贪嗔痴慢，入佛的境界就不难了。如果这些东西不能放下，我们学佛实在讲呢，只能学个皮毛而没有办法了，其如佛的境界。佛菩萨他们的受用我们不但得不到，实在讲呢，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到。这个里面的障碍究竟在哪里？不能够不清楚，不能够不把它断除掉断除掉之后，我们这个智慧福德自然就现前为什么呢？智慧福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剑代表智慧，
我们常讲慧戒。你看看文殊菩萨手上啊，也是拿的剑，啊，剑代表智慧，说明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在事出事法里面，唯有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佛法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求智慧。啊，那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能力相好。啊，这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能力、圆满的相好，啊，为什么会失掉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把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这些德能呢，障碍住了。啊，只是障碍，并没有丧失。啊，所以我们把这三种障碍除掉，自信的德能就圆满现前了。一切众生，这是平等的，啊，所以佛法里讲平等，真正平等，啊，智慧平等，能力平等，相好就是我们常讲的福报啊，没有一样不平等。我们对佛这个开示能不能相信？啊，能不能理解呢？果然能信能解，那我们就得奉行，啊，奉行。怎么行法呢？要把执着放下，把分别放下，把烦恼啊，把这个妄想啊，也要放下。这是真正的听从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才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入佛菩萨的境界，就是恢复自己的心德。佛法的教学很少啊，谈玄说妙啊，很少讲这些啊非常高深呢，啊，说高深莫测了。佛不是这样教人。佛如果这样说法呢，那慈悲就没有了。所以佛法教众生一定呢，契合众生的根性，契合众生的程度，啊，非常平易近人，啊，也就是说，无论根性呢是利的还是钝的，啊，是聪明的，啊，还是愚笨的，一定是人人都能够听得懂，人人都能够明了，人人都能够觉悟，佛才能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的，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务必能够将他的教诲完全变成我们自己思想见解，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工作里头，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做一个纯净、纯善，而没有丝毫过失、缺陷的人，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佛菩萨，我们称他为真正觉悟的人，真正的明白的人。这是我们学佛不能够
不懂的。天王教我们天天要增长智慧，要增长道德，要增长能力，要增长福报，样样啊都要第一。明天是日本世界和平纪念日，我看到刚才看的这个月份牌上写的11月11号，四个亿啊，很有意义，四个亿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啊，在一年当中四个亿了，只有第一天啊，所以这个是表示平等的，平等才能和睦啊，每个国家都第一，每一个族群都第一，每一个宗教都第一，每一个人都第一。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一定是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么所有一切冲突啊都能化解，和平幸福美满自然就能够现前，增长天王教导我们的。诸位同学，我们接着再看西方广目天王啊，广目啊，观照世间，修大行。天王手上啊拿着是一条龙啊，或者呢是一条蛇。龙跟蛇都是代表多变化的，说明这个社会人事变幻莫测，取这个意思，让我们要能够看清楚，看明白。那么另外一只手上呢，他是拿了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啊是代表不变。换一句话说，人事物啊虽然变幻莫测吧，佛菩萨掌握到永恒不变的真理，以不变来应万变。人事才能够摆平啊，才能够真正做到如理如法，帮助这个社会和谐安定啊，帮助人民觉悟幸福。事出世间法都讲求缘分啊，都讲求缘分。有智慧的人，他能够认识缘啊，这个缘用我们现在人来讲呢就是机会啊，他能够认识，他能够掌握，他能够运用，运用的如法，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建大功立大业，成就无量无边殊胜的功德啊。如果运用不妥当，与信德相违背，与人情相违背啊，那就造成了祸害啊，那么它的结果当然也是相反的啊，它造极重的罪业
啊，令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要受苦，要受难。啊，那么这样的果报呢，当然这三途地狱啊，它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啊，诸佛菩萨虽然慈悲，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天王教导我们行大道，积大德，自然成就了大行大果。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要用个修字呢？这个就是真舍慈悲的流露。佛菩萨天王也是佛菩萨示现的，在他们的份上没有一样不圆满，但是众生不圆满呐，要做样子给众生看呐，所以还是用一个修字啊，是修给众生看的，这个才是真舍慈悲的流露。众生的习气，无量劫来养得非常深重啊！听一遍听不懂啊！所以要一门深入长时期的熏修。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往往佛为了帮助一个众生，经过千年万世累劫都不舍都照顾总有一天他会回头，但是这一天究竟有多长那就很难讲了。有的人亿万年，有的人亿万劫所以佛菩萨的恩德只有佛菩萨知道众生永远无法想象的。那么由此可知，菩萨修行是为众生他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哪里会要到六道来呢？会要到九法界来了，没这个道理啊。为自己修行肯定是在一真法界，但是在大乘法里面，特别是大乘圆教，一真法界跟九法界是一不是二，所以为别人才是真正成就自己真实功德比如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很久很久疏忽了圣贤的教诲急急呼呼在现代人呢把什么叫圣贤呢都忘掉了
在70岁以上的人，你给他提起来，他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啊，70岁以下的已经很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印象。啊，那么在这个40岁以下的就非常困难。啊，可以说在他印象当中啊，对于圣贤教育这个名词早就不存在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提倡圣学之道啊，提倡这个宗教教学的教育，在佛家讲的时候，教化众生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啊。所以真正帮助诸佛菩萨帮助众生的人少之又少啊，而破坏的呢可以说是多之又多啊，破坏圣教啊，那多如流毛啊！啊，这个是随喜赞叹的，真正学习的叫凤毛麟角啊。由于这么一个因素，所以这个世界才有劫难呐！啊，劫难真正因由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果我们要挽救众生的劫难，那就不能不恢复圣贤的教诲。我们落实到现实生活上来观看，啊，现代的人病根在什么地方呢？在愚痴，在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甚至于到没有能力辨别到利害得失，这是真可怜呐！啊，那对治这个问题，诸位想想，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对治？啊，所以归根结底，我们才能体会到古来的这些大德们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啊，在中国《礼记》里面所说的“教学君民”，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啊，建国是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啊，君民是领导全国的百姓，啊，什么最重要呢？教学，啊，那我们看看晚近，啊，从满清灭亡之后，啊，民国成立了。民国成立到今天90多年了，在90多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当中，把教学所获了。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建国的确是非常重视教育，连这个蒙古人入主中国，满清入主中国，他们为什么能成功？成功在教学。啊，这民国为什么失败？失败在疏忽了教学。啊，这个教学我们特别要着重在伦理道德的教学。啊，疏忽了啊。啊，今天
偏重在科学技术，偏重在工商业。那么这种教学的后果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世界动荡不安，人心都没有安全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这个因素不是别的，失去了圣贤的教诲，这个是世人呢真正的危机。中国古人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心里面没有圣贤教诲就是心死了，这个是最悲哀的最可怕的一桩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了辨别真妄是非邪正利害得失的能力，这个才是真正的可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德了，这个是永恒不变的。在佛法里面，佛给我们讲的敬业三福、六合敬、菩萨的六度、普贤的十愿，每一条都是信德的圆满流露，这也是永恒不变的，就像天王手上拿的宝珠一样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个世间无论它怎么样变化，无论怎样乱，叫大乱之势，我们能够守住不变的性德，在乱世一样能够成就自己，一样能够感化众生，这个就是修大心了。现代社会的一般年轻人不知道孝养父母，我们怎样教化众生，那就要做出孝养父母的榜样啊，让父母年岁大了，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他的晚年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要照顾好，更重要的精神生活不仅仅他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幸福，希望来生要往上提升不能在六道里头向下坠落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想建弥陀村想了20多年了，语言不具足这个意愿我们没有放弃，等待机缘成熟我们相信这个世间人有这个福报虽然他们的业障很重障缘很多，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绝不舍弃相信佛。
佛菩萨会保佑，能够把这一桩事情做成功、做好，做出孝养父母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不一定是自己父母啊，我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了，但是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人父母都在啊，我们尊重孝养别人的父母，就是孝养自己父母，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回头随顺心得。这一次我们到日本来访问，来参学，在此地我看到后面的匾额上写的是和敬处和，他们对和非常重视在这个地方看到许许多多的道场，他们把自己的老师供养在主要的殿堂里面，佛菩萨供养在次要的殿堂里面，把尊师重道刻意的显示出来，这是教化众生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天下哪有不乱的道理圣贤人的教诲是在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日本人重视孝道我们处处都能看见的中国在过去每一家都有祠堂，年节都举行祭祖祭祖是家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聚会借着祭祖这个聚会怀念祖宗的教诲，真正做反省忏悔的功夫，改过修善希望把祖宗的教诲都能够圆圆满满地做到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当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叮咛嘱咐一定要听老师的教诲所以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就是孝道的表现为什么接受老师教诲？父母教的能顺父母的教诲就是大孝所以孝底下中国人加一个顺字孝顺不顺父母教诲这是大不孝圣贤的教育就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在佛法里面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叫孝亲，叫尊师，啊，所以古大德了教导我们呢，这部经是佛门的孝经，是大乘佛法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懂得了效法古人，向古大德学习。他们都能够以身作则，他们自己修孝道，教子孙呢，敬老师不但教儿女，他也教导社会，这个是道德的流露，这个是道德的实践。我们今年祭祖先这个缘成熟了，我们在香港建立一个万姓先祖纪念堂，中国复原很广，族群很多，现在统计的中国这个姓氏大概有22000多个姓氏，在从前我们只讲百家姓，百家姓只有450多个姓氏，没有想到现在的姓氏有22000多，那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12000多，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纪念堂，每一家的祖先我们都供一个牌位，今年冬至我们第一次举行祭祖，我们是祭全国每一个这个家的每一个姓氏的祖先，这个是提倡孝道纪念祖先，不忘祖先对后人的教诲。我们希望能有缘分，真正建立一个如理如法的弥陀村，做出孝养父母的榜样。我们记住老师的教诲，这一生当中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是好事情这是我们这一生对祖宗对老师对社会对自己真正做了一点点好事情。在这个乱世，如果不能帮助众生，帮助众生要靠缘分没有这个机缘我们能做这么多了就算不错了。那最重要的呢，是自己要有把握往生净土果然如理如法修行，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你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做。我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果把无量寿经百分之百都做到了，这里头道理我都懂啊，我相信啊，我依教奉行百分之百的做到，那你肯定是上上品往生啊。如果百分之百做不到，我能够做到百分之九十，那你就上品中生；做到百分之八十，你就上品下生啊。这样子慢慢往下降啊，降到下品下生，你要做到百分之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都做不到啊，你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就没有了。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经不是叫你念的，也不是叫你讲的，讲的天花乱坠呀，没用啊。这从前李老师常常叮咛嘱咐我们的啊，经要做，要落实啊，认真努力去做，能做多少你就做多少啊。希望呢年年能够增长啊，到你的晚年，我也曾经说过，你有一天，你有一个星期，真能够百分之百做到了，你就取上上品往生的资格了。啊，这个是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的。啊，这个弘法利生的机会呀，会受环境影响，自己修行往生不受环境影响，啊，是你肯定啊可以做得到的，啊，为什么不去做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能够时时刻刻体会觉悟的人，他们的用心，他们的行持。自己要怎样来学习，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有许多人谈到这桩事情啊，都感到说得容易，做起来呀，太难了。没错，做起来是难，但是这个难关不是不能克服。这就是克服自己，古德说的，这不是我讲的。啊，克己的功夫是英雄，是豪杰，是佛，是菩萨，啊，是大圣大贤的。啊，凡夫做不到，他能做到。啊，他能够放弃自己的妄想执着，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能随顺性德。啊，我们并没有明心见性，那什么叫性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圣人他们所作所为留下来这些经典，那些经典就是我们自信信德的流露，因此我们能够随顺经典，随顺圣贤的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啊，那就没有错了，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了。啊，所以经不能不念。
不能不求解，不但要求解，要深入。佛在经上劝导我们深解意趣啊，你解的浅不够啊，你要解的深啊，你要做的彻底啊，才能够改变自己，才能够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看看世间人哪些地方违背信德，我们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他看，作为一个补救，这就是为一切众生修大信。广目天王叫我们细心多看，北方多闻天王叫我们多听的，唯有多看多听，才能够增长道德，增长智慧，增长德能，增长福德。多闻天王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常时熏修，尤其是对于现前的社会，现前社会年轻人没有耐心呐，学东西总希望学简单的，时间短的，很快就能学成的，看到分量多一点，如果需要时间长，他就厌烦了，尤其是圣教。决定不是学一遍两遍就学会了的，没有这个道理啊。古大德亲近善知识至少都是十年了，更新力的，如果中下更新的人，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有很多很多人亲近老师，一直到老师过世他才离开老师，老师再一天都不肯离开，实际上呢，他的道业学业早就成就了，为什么还跟在老师面前？没有变，现身说法了，给后来的同学看呐。亲近老师，时间越长越好啊。这是现身说法了，这个就是慈悲的表现了，他能够真正体会到老师的这个心意，真正体会到这个大圣大贤的教学的意趣。他是以身作则，以身来行道，来感化后学，给世人做榜样，非常非常的难得。四相虽然很复杂，摄之不尽，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掌握到原则，最高的原则就是随顺心得，要真正有心为苦难众生，为一切造作罪业的众生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做出一个回头的样子，做出一个持戒忍辱的样子，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不但能够消除
自己的罪业，同时你能够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拥护啊。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真修的人少了，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两个发心真干，古人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自然能够想象到啊，一切诸佛都赞叹你，一切诸佛都在加持你，肯定的道理啊。我们为什么不发心？为什么不认真的去学习呢？多闻天王手上拿的是伞盖，伞盖是表防御污染，成就纯净纯善。那么由此可知，菩萨从初发心到净菩萨地，净菩萨地就是等觉菩萨了，菩萨地到了顶点了，到最后了就是等觉。换一句话说，从初性位到等觉位都要时时防御染污。在初学要防御见思的染污、尘沙的染污、无明的染污，证得阿罗汉果之后，见思断掉了，这个染污没有了，但是还有尘沙，还有无明。纵然证得菩萨果位了，化身菩萨了，尘沙染污也没有了，还有无明的染污。所以天王教给我们防御无明染污啊，一直到等觉位啊，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才是真正的纯净纯善啊。由此可知，天王护持是护持你从初发心到圆满成佛都不离开你啊。这个恩德超过父母太多太多了父母对我们恩德也是的，天王对我们的恩德了，生生世世永远没有间断我们自己要能够明了，要能够体会我们怎样来感恩呢？唯有依教奉行。我们知道护法的恩德，报恩的心才能够生得起来。知恩报恩，我们在《大智度论》里面看到佛教导二地菩萨这登了地的二地菩萨修行有八个科目，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一个科目，所以这二地菩萨才知恩呢。我们想想，知恩
真的不容易啊！啊，他根本不知道恩，他那个报恩的心怎么会生得起来呢？啊，以我们现实社会来说，父母的恩，子女知不知道的？不知道啊。他要知道，他当然就孝顺了。他为什么不知道呢？没人教啊。啊，老师的恩德呢，更不必说了，更不知道了。在古时候，父母教儿女，啊，知道老师的恩德了，啊，要报答老师啊，啊，所以是父母教的。啊，那么父母的恩德呢，是老师来教，老师教学生呢。告诉学生呢，父母恩德之大了，他两个互相在教啊。现在是父母也不说老师恩德，老师也不说父母恩德，变成通通都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到二地菩萨才真正明了，啊，这个父母恩。老师恩、护法恩、众生恩，这真正明白了，所以报恩的心呢油然而生。啊，用什么方法报恩呢？唯有心行随顺心得，随顺经教，依教奉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思好，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用这四好啊来总报大恩大德。这里包括啊父母恩、老师恩、护法恩、众生恩，通通都包括了。力行四好的人。这个人是真正的佛弟子，即使他没有受过三皈，啊，他也没有受过五戒，我们深深的相信，一切诸佛都肯定他是如来真子，众善因得善果。我们要学佛。要学做一个好人，首先呢要肯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儒家大德告诉我们，人性本善，以这个为基础来修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那佛又告诉我们，心量要大，啊，量大佛大了，心通虚空啊，量周杀界。我们的真诚心遍虚空法界，我们的清净心遍虚空法界，我们的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无疑不是周遍法界包容一切众生的。说好话，言舌要柔和，言语要诚实，啊，真正做到不妄语、不念舌，念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啊，恶口是说话粗鲁；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存心欺骗别人。这个四条是佛家的大戒，啊，十善里面。讲四种，
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五戒里头啊，只说一条，啊，不妄语。这不妄语呢，把十善里面这个四句啊，通通都包括在其中。这个是佛法修行的基本大法。如果这条做不到，那你初学入门呢，都不可能了，啊，那就更不必谈了向上提升了。啊，换一句话说，佛这一条戒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这条戒做不到，失掉人身呢，就不能再得人身了。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再得人身呢？你什么时候啊能想起这一条戒，能把这一条戒认真努力去做，你才再能够得人身。由此可知这一条戒律的重要。行好事，啊，什么是好事？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一定要想到对社会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对于正法常住世间有帮助，这是好事啊。如果对众生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正法不利，那你所做的是大恶事，都不是小恶事了。不但是行为，连起心动念呢，都要想到。如果我们的心好，言语好，行为好，这就是好人呐。好人，人中之宝啊！好人是真佛弟子的基本条件啊！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好人，你看看经典上啊，我们展开经卷，常常念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就是居足四好再称为善呐。啊，佛弟子都是善人呐。啊，不善的人不是佛子。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真正做到四好，一定得到四大天王护持。四大天王保佑，四大天王拥护，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成就道业。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个地方圆满。